我说我们家袁三爷是改行了，怎么着？见天的往梨园会馆里跑，哟，原来是有你这么个狐狸精勾对着他呢！你出来呀！你出来呀！哎呦，现在觉得丢人现眼了，啊？勾对爷们的时候怎么那么上赶着呀？怪不得你娘老子把你逐出家门，连信儿都不让你用呢！哎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 上了吧，怎么还不开心？住手！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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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回家。放开我！怎么着？你要撵了我走，好给你们师徒二人腾地方是吗？胡说什么呢？别在这丢人现眼。我丢人现眼？我说什么了？我丢了您袁三爷的脸了啊？家里老婆大着肚子，您三爷见天的往戏园子里跑送花篮，手把着手，脸对着脸的画眉毛，您知道别人都怎么议论你的吗？啊，师父不像师父，徒弟不像徒弟，我丢人，我丢人，我丢你什么人了？我跟于情相识在你之前，要好早好。你敢说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念想吗？我跟他除了师徒再也没别的，也不能有别的。你胡说！哎，二爷，姐夫，你这是干嘛呢？你看，准备开戏啊！哎，袁三爷，回家。我自己会走。都知道。我是为了袁小迪下的海，在我心里啊，袁小迪就是戏，这戏啊，就是袁小迪，是先有的他，才有的戏。我是高门大户的小姐，他说与我身份悬殊，不肯和我在一起。后来我下海唱了戏，他又说我们是师徒，还是不肯同我在一起。不肯就不肯吧，不管他在哪儿，我在哪儿，我唱着，他听着，也是一样的。可他今天说的那些话，我的戏就成了笑柄。
还怎么唱得下去？今天不能唱了，明天也不唱了，永远不唱了。尚老板，搅了您的戏，我难辞其咎。袁小迪伤透了你的心，在你心里边，他跟死了差不多。他死了，您的戏就死了，您的戏都死了，还唱什么呀？自从在梨园会馆见到您，我看您身上有一种柔中带刚的书卷气，有一半像我戏里的陈飞。今天您为了袁小迪舍了戏，不但情深，而且果决，算是把我戏里陈飞给补全了。行，不唱就不唱。尚老板，咱们的乾隆记真好，我是真喜欢跟您一块唱戏。大爷，您别急，先喝口茶。戏还没开始，别急，大爷，您再稍等。正常走，大爷，您喝一点。倒是，您看，这尚老板不是出来了？出来。诸位少安勿躁，请听我一言。今儿回戏，原因都在我水云楼，大家都可以退票，还可以领取1块钱赔偿。我知道现场有记者朋友们在，我商细蕊也衷心的感谢各位座的抬爱，但打今儿起乾隆记挂起来了，不唱了。哎，没什么唱了，袁姐说的不唱了，不唱了，这戏不唱了，挂起来了，袁姐说的，这么说不唱就不唱了，多好的戏啊。这尚老板怎么回事啊？一句不跟人商量，这么好的戏说不唱就不唱了，这下赔大发了，姐夫。哎呦，不是姐夫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呀？这不是赔钱的事儿，他梨园魁首怎么办？拿什么去夺魁啊？那可不一定。什么不一定啊？行。你就由着他任性吧，赶明儿赔个精光净，你就知道厉害。不会的，守着商老板还怕没得赚？我信他。不是姐夫，行行行行行，我看呢，你们都疯了，我真受不了，这个经理没法当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